路边见小姐一个，罢了。小姐，真抱歉，拄则我的代志，今日去麻烦着你，希望你原谅啊。刚才天会甲边个边，边上这首诗，你的心灵是你所得的吗？不对，我感觉真疑问，你是一个闲诗人，既然这么棒，边上第四字字音秀。引起我原因的好奇，我也未当所想的是事实。在这个时阵，不是讲，既然你老有那个疤，我就招你吟诗作对。是，杨哥，我恐惊，恐惊无欢咯，小姐你无欢喜。是啥物？你是我的意啊，你用面顾虑咯。是安尼，将军不离将命，我答应你。